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鲸鱼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往里折，展开，这一侧也一样。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，折向左侧，再把这个角往下折，翻到背面，这个边往里折，这一侧往里折，这个边再次往里折，大概折这段的1/3。把这个角往里折，距离上面的点留出一小段。把这个角往上折，形成尾巴。翻过来，最后给它画上眼睛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